大当家的，让我给您带来了。好，去吧。坐。来来来来，坐。哟，这啥呀？包子。哟，吃这么多呀？嗨，我这不是得吃好几天呢吗？ 那这么说，兄弟你不是林城的？哈哈，我过来探探亲戚。哎，你说你们没事儿，又回林城来溜达啥呀？您这是说啥呢？我都听不懂。<笑>我呀，就是个好心。行了，兄弟你不愿意说呢，哥哥也不问了，省得知道多了给哥自己惹身骚，你说对吧？ 我说大当家的，您找我有啥事儿啊？兄弟，给你个立功的机会，要不要？我这儿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啊，劳烦你呀，交给你们当官的这个东西，这个非常重要。 记住，一定要交给你们那姓朱的老大。啥东西让你说的这么邪乎？你该不会是给我下个套吧？<笑>没有，兄弟，别害怕，啊！记住，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让第二个人看到，特别是你们那个姓佟的。啥东西？越说越深的话。 你有完没完？这么多人让着你，你真把自己当爷了你？撒开！我不撒！撒开！住手！撒开！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政委，他打那个日本人断野，我拦都拦不住他。老子手都叫小鬼子打废了，老子打他一顿解解恨，咋了？八路军啊，优待俘虏，你忘了吗？老子凭啥优待他啊？弄他回来好吃好喝的。
正白，我问你，在小鬼子监狱，他们也是这么对你的？通缉刚，就因为没有给你分配任务，你在这泄私愤。你是想这什么行为吗？你这是公报私仇！我抓他回来，是要让他配合我们，再给他讲清道理，让他认清楚自己的错误，才能真正的配合我们。别逗，小鬼子能听你讲道理？怎么跟这位说话呢？他有没有规矩了？郑大哥，你现在马屁拍的可以，行。 你咋才回来呀？我跟燕大叔都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。是的，我能出啥事儿啊？赶紧吃吧。啥玩意儿？哇！哎，跟燕大叔，燕大叔，哎呦，好吃，好吃。以前咱没听说你还有个亲戚。哎呀，这有啥可说的？ 您说他到底是怎么了？我都有点不敢相信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通缉犯吗？我白天说他的语气有点重，不过我相信他能想通的。这只胳膊好像彻底把他的精神打垮了，我真的有点担心，担心他对自己放弃。指导员同志，要相信你的战友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给他时间。 明白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刀砍过多少小鬼子啊！那是一刀一个脑袋，一刀一个脑袋啊！小鬼子，其实老子真的很想一刀把你给砍死。
但是我不能，因为我们八路军不是你们想日本，我们不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你们，童其刚的手就不会废掉；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们那么多同胞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，失去自己的亲人。现在啊，你们还敢来造飞机、造大炮，你们多大的野心啊！你们！ 小子人，你咋了这是？我咋觉得你从拿完包子回来就心神不定的呢？哎，没有啊，我觉得也是。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偷吃人家包子，肚子疼了？ 我偷吃人家什么包子？我偷吃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小赌神虽然爱赌，但是我从来也不偷也不抢。哎，那你别走，撤来了。来说，是这样，赵，没错，走。 您来了，您来了。手机，一个。上海的吧？叶大叔，你真的确定是这辆车？我确定，没错。我在机场见过，咱直接给他打晕拖走吧。净说那没用的，咱们打晕怎么拖？万一啥呀？他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那也不行。这回让咱们先侦查，等回去开会再决定。咱们得服从命令。不行。 你说什么呢？指导员在院子里等你一晚上，你作践自己可以，你别这么折腾别人。又不是我让他等的，咋的呀？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！你给我滚蛋！我说，现在还有点八路军的样子吗？政委，政委，政委，我们回来了，你们进屋开个会，吴继刚。 你先回屋去。
你就放心吧，过不了两天，这个童其刚就会主动来找我。我还真是有点好奇，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，让童其刚这么顺服？哎呦，瞧你说的，我白干了您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也得学点皮毛啊，离间计。 很好，这么说，你见到八路了？哎，太君，你可不敢这么说啊！你别吓唬我。我要真见着八路，我还不得第一时间跟您汇报不是吗？我找了个做买卖的，给了点钱，让他把这个账本带过去。昨儿给回话，东西送到了。<笑>聪明。那么现在。 我们就是要看看这个童其刚是不是聪明人了。您就放心吧，过不了两天，童其刚在那边就得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到那时候，他就是只有林场，只有宫天少佐您这儿才是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地儿。好，那我就在这里等君入瓮。 <笑>哎呀，小子，还有一个事儿啊，我得跟您说说。这个抓劳工啊，实在是太难了，我把所有人都撒出去了，我没骗您啊，一个都抓不着。我，哎，进来。<笑>哎，太君，您要我抓的劳工，我都抓到了。哦。 王四啊，你现在越来越有你父亲的样子了，看来我可以对你委以重任了。谢谢太君。刘三，后生可畏呀！哎呦，可不是嘛！看太君夸你了吧？后生可畏呀！哎呦，以后我可得跟我大侄子好好多学学了。<笑><笑> 真的就这么简单？是的，政委。那个车就是之前咱们见过的，车上只下来一个人，买了酱肉就离开了。我们跟到他家，家门口竟然连个站岗的都没有。三天之后回城，政委，那我们那个时候行动吧。既然这样，咱们没有必要在城里动手，往外运也很麻烦。咱们就在他回城的路上抓他。这个主意好。大家折腾一宿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 哎，好嘞，好。小主任，你还有事儿？政委，我在城里遇见刘大麻子了。他认出你来了？何止是认识啊，他还派人盯着我呢。那他认出其他同志了没有？没有。 政委，他让我给您带了件东西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政委，刘大麻子他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要不然，您别看他说话也。
也不能写，不能信。这里面东西，你看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政委，那没啥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你小子从城里一回来就神神秘秘的，说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你说呀！哥，要出大事了！啥事？你赶紧说！你亲眼看见的？那本上那几个字儿，我还是认识的。刘大妈她特意嘱咐我，必须亲手交给政委，特意是不能让佟大哥看见。坏了，佟七刚这小子惹上大麻烦了，估计这事儿啊，政委都保不了他。佟七刚，来我房间一趟。为什么会这样？